大家好，我是超细。新的元素龙已经确定，下一个元素龙就是冰之属性冰龙。目前我解包发现，5月15号至5月25号之间会有关冰龙的具体消息。可是目前我还不知道更多的具体细节。不过我们终于可以确定，4.2版本会有全新的元素龙。而且大家觉得冰龙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意见吧。那么我是超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